可以帮我牵到一条好红线吗？这里只到两个字，莫贪。严冻冰的，冻冰冻冰冻冰，啊，他就没有分钟。我们的正神就李洞宾，他是刷天就严洞宾，他就把这个罪过哎误导给我们的李洞宾李先祖，然后进来呗，他会把你好好管。资料正面说你想要求什么，求完之后全部都盖好，再过来卜卦，再去求签。不敢看，太阳位置要有半分。请问可以帮我牵到一条好红线吗？这里只看到两个字，莫贪。那么就拜完啦，这里真的好大哦。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去动物园啊，还是搭个猫缆啊，然后有路过的话，都可以来这个文山指南宫。四五点以后就真的超漂亮的，可以看到美丽的夕阳。现在指南宫的话是相对就是真的少蛮多人的，因为这边是山上比较远，会让你身心放松。今年的话呢，我觉得不一定要待在家，把这个庙就是拜月老或者是来祈求一些平安，都当做一个走村的其中一个活动。遇到真命天子的话，你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对，然后你顺便告诉我你去哪一间，或者是你们有最推荐哪一间，然后拜过成功的赶快留言告诉大家。那之后就祝大家新年快乐。